我们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就是不要放弃，尝试自己，给自己一个机会。没有什么难不难的，只有你愿不愿意去接触或者去面对，这才是重点。多去尝试，不要限制自己，其实是可以过得多彩多姿。勇敢面对问题，就能解决问题。现在就是我的精彩人生，掌握生活，掌握自己的路，就是最精彩的。你能把勇气用对地方，你的生命就可以发光。